喂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二张李凡。那我之前因为感冒的关系，我现在就没有什么声音。然后待会呢，希望我如果唱不上去的话，大家可以帮我唱这样子。那我要唱的这首是《红豆》，那就要做一些改编，然后跟原曲不太一样。那不管是听王菲的版本还是听方大同的版本，那我会跟他们两个有一点不太一样。Yeah.